但我也难过跟你说，谢谢护委员哈，给我这个机会的说。我想，在目前台湾的现况，当然南北有发展的不算差，那东西在东西的发展的均衡方面也是有问题。所以如果说要发展东部，除了过去政府有所谓财力动力之外，应该是最率先呢，应该是把交通问题解决。唯有先把交通问题解决呀，东部的发展才会加快。非常感谢袁院长，你首先就提到要怎么样让东部的交通能够顺畅。我想交通是百业之母啊，如果交通能够顺畅的话，我想东台湾就不再是蛮荒地区啊，应该可以开发。那关于这个陈水扁总统不断的宣誓在花莲不断的宣誓要新建苏花高，那苏花高的时程呢，我想也讲了非常多年了。那请问袁院长，大概苏花高什么时候会动工？苏花高的部分，我根据因为我才来的多月不是很了解，但根据我了解过去曾经要就是 BOT 要让明天去开花。好像这个案到后来并没有成立，那是不是我请交通部林部长来跟你进行说明？好，谢谢。郭委员好，部长好。这个头城到苏花这一段，那因为刚刚牵涉到就是说定点直航的定点这个部分还牵涉到每一个县市每一个港都要有两千客运，那事实上是那个都是这样，所以基本上那个条件应该是因为也要就是说应该是要整体来评估整体来评估。我想院长我给您建议你要整体来评估的情况之下，整个东台湾花莲是东台湾所要的门户，如果东台湾不列入考量，政府一再喊产业东移发展东部，我想就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口号。因为唯一的门户，最主要的门户，都不是两岸三通的直航机场。那我想您再多的施政，或是再多的承诺都是枉然，会让我怀疑到，让我本席怀疑到，您的决心在这里也请教我们的部长，林部长，关于这个邮政总局公司化的问题，依照现在情况的发展，当时民进党政府、当时民进党党在台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要求要革新，要求要怎么样？今天换了位置又换了脑袋，为了我们台湾做了什么事？引进了这么一个弊案，3800亿。本席在这里帮你，刘院长，排除万难，斩妖除魔。刘院长，你要马上宣布台湾高铁。所有相关的情势要在，而且对于里面这份合约书种种的弊端要去彻查。全世界没有一条高铁它的营运是赚钱的，全世界没有一条高铁其营运是赚钱的。我想刘院长这个你很清楚，都是营运的部分都需要政府补贴，甚至高达90%的营运费用才能够经营。今天台湾高铁整个台铁的营业才200多亿，整个西部的航线航空线一年营业才100亿，300亿给他，营业额300亿都给他还不够付利息钱。今天3800亿的工程，2800亿政府帮他背书保证，1000亿他的自备款也拿不出来，还要政府开发基金甚至还动到台糖来向你投资。如果你有为有所，我希望你马上赞成这个案子，把高铁收归国有，所有的工程由政府来发包，不需要给私人来赚钱，要保护这块土地，所有的老百姓不要把钱赚完了到时候反正丢给你吧，你政府应该够承受之嘛，签了上层组合的条约，对这个挑战公共的合约，为什么你问问部长他不敢签，到了业界人才签。我今天再帮你排除所有的障碍，刘院长，东部的孩子，我非常希望在您的手上能够当很多人的院长，但是
如果今天这个弊案不除，对台湾商人不能一个交代，对台铁员工不能一个交代，17000名员工高铁通车时，台铁葬身时，而且未来整个交通器具的排挤，会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未来营运的负担？那边有一个袋子，那边放着。